Hello，我要怎么去啊？你要怎么先，去找到你？你知道我的频道吗？你有订阅我的有频道吗？啊，我到你的频道了。哎，有看到哎呦喂吗？看到我那个就是我们有去，啊，我进来了。你有看到我现在正在 live 吗？他想要找你要 live 吗？我的，你要先找直到，播中吗？对。我来瞧瞧。哎，有点声音，有我的声音哈，就是可能我会，会隔音，可但是是我可能还会是有会点隔延迟。音。对，你有在我这边听到你的声音吗？有，哦，没有。它会隔一，就是不会同步啦，就是我会，它会隔几秒钟才会上传到上面，所以你会听到，隔了好几秒啊。那应该你会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吧？有啊，还听到你的声音，太好笑了。然后你有看到我现在在干嘛吗？你现在没有动啊，我现在在那个地图上面。地图上嘛，对不对？他说要我去干嘛呢？没有那个吗？有没有那个？有啊，哎，你在动了。要我，follow the tricks，现在在干嘛？我要跟踪一群好像死掉的不知道有没有死掉的士兵。可是你会那个，我就没有办法帮你看了哦。帮我看什么？就是前后左右看有没有敌人这样啊。你不用帮我看啊，你可以说要叫我去哪里这样子。现在转播都这样子啊，就是，哦，找到了，就是跟观众互动这样子啊。很有火耶！对呀。可是会不会我讲的东西，你是之前就经过的东西，然后你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差几秒钟而已差几秒钟应该就差蛮多了吧？别的武器反正是。那个是幻影，为什么会有幻影？因为我有追踪的功能。追踪那个刚才那个幻影，又来了，你们讨厌！好，还有这帮全部把你们干掉！没事。
坐骑也没了，可恶。对啊，没错。为什么不留一只秒杀？因为他真的生气的。真的生气就没办法驯服啊，一定要他从他背后才能驯服。笑会很大声还是很小声？不会，小小的。小小的哈、哦，不够刺激的。我的声音比较大声。这样变得比较大声吗？你说你吗？还是他？他。我觉得声音差不多哎，不过像我这边，我本身声音就没有调很大，但是我电视没有调很大声。这样子都没有变了，好像差不多哎。哦，哎，可是你听得到就对了。听得到啊。对。但我听到你在电视的声音是更大声的。就我从电视里面传出来的声音更大声的。对啊，可能是比较靠近你吧。那个就是存档的意思。哦，有一个人呢。对啊，那是一个商人。卖东西的。卖东西的。所以你要交坏的东西哦。我要把我东西卖掉。你的包包满了哦。对啊。包包都超容易满的。我每次都会等不等卖了，都不知道要卖什么。会不会这样？会啊，跟我一样。然后包包扩充就要花钱，这是机车。对啊。那是要你把包包扩充的钱。对啊。懒懒的那个是野生动物，你看有一只野猪，嗯，那我可以把它射死。那可以吃吗？不行。可以把它的肉割下来，可以吃掉。对啊，可以做成那个，做成补血的道具。就是我下面那个不是有这个红红的这个？红红的，就是下面十字下面吗？对，下角吗？对。那是你的血吗？诶，那是我补血的道具。有七个，有十个。对啊，七个有十个这样，然后可以这样子制造，可是它要材料。啊。对啊。材料够超干。材料就是那个旁边那个肉这样子。到这边就没了，到水里面。你会游泳吗？会啊，可以啊，你看，我的。
有鳄鱼。它是不是有很多血？我来看一下血量。就在这个湖里面有很多血。湖边。The machine dragged something into the water here. But maybe he made it to that island. Island. All right. Island. Island 不是岛。对啊，那就是岛。我知道那边有藏一只鳄鱼。哦，两只嘞。三只。维尼。我看到了，你 probably needed the wash。 哦，看到了，岩石上面那个鳄鱼会攻击你吗？会，而且很凶。对，你要躲它喽。我要把它们打倒。你要绕后面跑去，对不对？四只哎，四只怎么打的？就在旁边呢，等一下，有点忘记他们的弱点是什么，看一下。那个有弱点。有啊。Fire, Tear, Freezing Sack。哦 ，Fire 最主要是 Fire。OK。什么意思？他们的弱点。The upper hand. Oh. Oh.他们那个都打不爆嘞，他们的背上那个东东都打不爆。我来想一下，火焰，我有什么火焰东西嘞？火焰，好强，好强。
哦，这个虾刀司令，用这个来试试看。用这款好奇怪的工具，我都看不懂。那是弓箭吗？还是在？炸吧！还不炸？居然都没有炸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炸了吧，这样都炸不了。干掉一只了，哎，只是那个它被碰到是超难炸的，都炸不开，好讨厌了。这个说明什么？炸掉会死的比较快，不然就打很久，像这样。Freeze, fire， 他说。Shooting elemental canister with elemental ammo triggers an explosion that will damage everything nearby. 你一个字都听不懂。 Explosion damage, destroy the component.到底要怎么样？你要再去炸另外三只吗？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他们打死？射两根弓箭呢，会不会比较准一点？
手机说跟我说要看一点，背部那个也太难炸了吧！啊，我知道，前面有护甲啦，从后面射才行。 懂了，但就会炸了，要炸了，要炸了，炸了，嘣！居然没炸，可恶！我的妈！原来要从后面打才行，不可以从前面打。前面有一个护甲，他从后面，或者是先把护甲打掉之类的。 原来是这样，护甲应该可以用这个打吧？啊，我懂，原来是这样。 可是他们在水里的时候，好像就打不爆。哇，那好难哦，还要他走出来，还要他走起来，有一点难呢。如果我先把他护甲打掉了，护甲是背上黄黄的吗？不是吧？ 掉了，哦，这样就裸露出来了，我懂。所以要先打掉护甲，然后它才会引爆。哦，那现在你上了，你就有危险了，最好不要上。要炸了，要炸了。 炸的好啊，炸的妙！哦，哪有跳那么远的？那太离谱了！I went to the Fairfowl too many times to count. I fingered every girl, but I never won the girl. By the sun, I'm never really done. If they close the gate, I am left to my fate. They'll find me lying dead on a freezing grassy bed. I really want to go home, but I never will. 等一下再回来顾你，你先在那边躺一下。那好像你刚刚说踩过它吗？也不太好呀。
我没有踩过，他本来就受伤了。老师，不是你刚踩一遍。巴沙，我怎么会去踩他嘞？是我可能就撞到死啊！不小心经过就踩了。哎，剩下两只哎，是不是有一只死掉了？真的吗？而且有一只血好少啊。哦，有一只死掉了在那边，他。可能是刚刚爆炸被我射死了。哦，原来有护甲这种东西哟、哦，我懂了。这么远也射中？不知道，试试看。刚好从背面射中。要射那个黄黄的吧？对，炸！炸炸炸炸炸！不行，在水里面炸不了。在水里面炸过。这两个都还没爆，哎呀，妹，你要盖那个盖棉被哦，多穿一件衣服。炸不了。嗯。说他要换另外一只干嘛？他们这是在挣扎中吗？没有，这两只都死了。在生病。哦，这里掉好多东西哦。都不要捡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看两个没有捡到哎。什么？但是因为你会 delay 3秒，我不知道应该会不会捡到。不要用。Come on, man. 把它弄掉，干嘛带武器？
怎么会炸很贱？可能一定要把护甲打掉比较容易炸。太多只小怪了吧，而且小怪居然会上到岛上，这也是太扯了吧，是游泳过来的吗？
死掉了。但是还有小怪呢。小怪不敢来追我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他们只能趁大怪在的时候要我养。小只，赶过来，一只一只杀死他们。代的文物，可是它的古代就是指的我们现在。它的古代是我们现在吧？对啊。我对它房子里面是有东西啊。对啊。那个捡不起来，那个只能读他的资料而已。他会告诉你一些故事，可是我都懒得看。就是。我看不会影响你的进度。对啊，应该是不会影响，那只是如果你想看的话，可以。I wasn't expecting to be found, especially not by Nora. I wasn't expecting to find a half-clad Cargan soldier singing like a drunk.I apologize for my behavior. I thought I was dead. Come on. Your commander asked me to bring you back to Daytower. I refuse to be led back to my outpost by Nora. Fine. Go by yourself. Wait. Look. I got out of the tussle with the snowfall. It ate the half of me that was armor and bow. The thief is still in the water. That explains the bow I found on its carcass.You defeated it? Alone? Imagine that. Do you want the bow or not? Thank you. I didn't want to die in foreign lands. Like my men made the sun light their passing. Okay. Wow.
不是不可以啊，只是说如果讲太那个的话，就那个，可能会变很高之类的，不好啦，还是不太好啦。那一定要把它换掉。好。好，那我把它关掉了。Broadcasting.